欢迎我们的帅哥美女主持人金伟廉和 Pisco。哇哇，很多人呢，对，很怕呢。欢迎大家收看《开心就好》，我是 William 金伟廉，我是 Pisco。没错，今天的主题非常厉害啊，也非常伟大。是的，因为我们的主题是才高八斗，八来表演呐。没错，因为你知道爸爸非常的伟大，自从有了我们之后呢，他就牺牲很多东西，牺牲了自己的时间啊，精神啊，金钱啊，还有他自己的兴趣。是，而且呢，一般人都会觉得爸爸呢就是有一个形象，很严肃的形象，不过其实啊，他们私底下就是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有就是很多才艺啊，很多自己的兴趣啊，其实都很爱秀的吧。可是就老子啊，刚刚那个 VT 啦，是我啦。对呀，那 VT 是看不出来，还唱。你看，还要我来配音嘞？你个恶心啊你！干嘛？你扮那个 baby 啊？我觉得恐怖巨婴啊。对，有点恐怖。大家开心就好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啊。准爸爸，未来我没有讲啊，你要死啊，粉丝在这里哦。还没有啦，男生一定是有一天都会当爸爸的嘛。哦，他要保持偶像的形象吗？太迟了吧。哦，我不知道。偶像，我介绍他几岁了？偶像，对，蔡可丽。有。哦，你看哇，有粉丝哇哇哇哇，你看有点粉丝在啊。可丽可丽，我爱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哟。自己都没打喊了，你看，因为冷啊！你给麦给男生呢？对啊，你给个女生比较好一点，是不是？还没有给女生啊？对啊，你可丽可丽，我爱你啊，这样子啊，因为他是可丽啊，男的，鼓励一下。Yeah. 好，谢谢。第二位呢？哎，今天头发没有乱哎？怎么？因为你知道他专辑啊，疯啊，吹到乱了，吹到乱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搞到了要沾亮啊，好像。脸油油，头发油油，我看着他风吹，对他的风非常厉害的陈势力 Desiree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势力，很开心能够又来到开心就好。上次不是借我们吗？之前有来过是吗？哎，对，跟你不熟，这一次太熟了，我不管你现在不熟的人，我都可以折磨他。算了哈，哎，接下来那位呢？接下来，哎，大清早就哎。大家好，早上好。今天头发梳上去了，给人他没有安装了啦。我们有请阿 Jay。Yeah， 我来陪 Jay。大家好。因为他之前啊不停问我又有什么护肤啊那种东西，你看我保养很好吗？哎，对，刚刚啊，你现在讲啊，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很扯的。你一讲你皮肤很好的时候，你就要 touch wood， 我不是 wood，OK？ 哎，他是宝宝 ，no， 你是一棵树 ，this is 明亚，哇，明亚 ，OK， 明亚，你看他的肉，我可以讲是明亚了吗？靓仔了啊，我们青春偶像 DJ 啊 ，One FM， 青春偶像 DJ， 是啊，夸张啦，没有实力派，还没有讲到实力派，是啊，我最想听的那个你没有讲，实力派的，实力派满脸暗疮。装的 DJ， 不可以这样吗？可以剪掉那个暗疮那个那个部分，就是不可以这样吗？因为讲青春偶像有实力的 DJ 啦，你们来到这里平巴巴嘞，知道要怎样去拿捏吗？全家人来了的，你有 fans club， 他也会怼你。他有 fans club， 怼你。而且我看到其中一个爸爸，哇，全身上下都有钉的，镶钉的，哇，他要扮，我知道他要扮 Lady Gaga。爸爸让 Lady Gaga 有点恐怖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时不宜迟，我们马上进入第一个单元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心秀一秀。OK， 掌声欢迎我们第一位表演者林康。爱已经过去，真也无看见，偏偏走到这，搁面对面。缘若到这时，我也袂敢醒，偷偷看着真理的笑。
半生做你的记忆，不管要倒位去，完全照你的指示，来生做一伴去，惦惦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袂爱真实，小船啊只行过好位置，因哪知当时的开始，今生就一半去，半生做你的记忆，不管要倒位去，完全照你的指示，来生做一半去。惦惦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会爱真实，小船啊是行过好位置，因哪知当时的开始。谢谢林康爸爸是吗？你好，就唱福建歌，我们是不是要叫你林北？一直以来都有唱歌的习惯，很大的兴趣啊，很喜欢唱歌。我还在找着，你找什么？我找啊，林先生刚才不懂看什么？哦，看上面你一开始的 pose 啊？对，没有，他有 plan 了的，生孩子 plan 了八年了。我觉得你爸唱得很稳啊，对，谢谢，可以给你这个掌声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歌手歌手很稳嘞。他很有气，很有力，而且丹田运用的厉害。有丹田跟没有丹田的唱，对，来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。哦，没有丹田，没有丹田。OK。哦，还不错哈。我除了唱歌，我还有跑步，所以可以练气。有练气，他有练的，没搞笑的哈，放马过来。嗨，非常谢谢林爸爸的解说，谢谢。我们掌声欢迎下位表演者郑义端。掌声欢迎！好温柔，用一颗心来融化你我的忧愁。我会将这份感情，把它收藏在我的心中，深深的情早已占据我心头，为你分秒一直在守候。没有人能代替我对你情意真，没有人能改变我爱你那么深，不管要我等多久，永远对爱不罢休，不管要我走多远，我不会再停留，不会让你为我把泪流，对你情依旧，爱一个人无需太多理由。谢谢。Bun bu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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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un. Dia dapat 1994 tahun Quan Guo Ge Chang Gong Hai Sai de Nan Zi Zu Guan Jun. Quan Guo Guan Jun. 很厉害。
真的很厉害，保持到现在啊，我觉得一直都很喜欢唱歌，然后一直有练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是，几厉害啊，秀场不怕，金光闪闪不怕，你看这里你以为便宜啊？蔡可丽，你当爸爸的时候会不会这样呢？一定要有这种压强啊？我也会考虑，会考虑一下。你觉得他刚才唱的怎样啊？虽然台风没有刚才那位参赛者那么看天空，对那边啊，对， okay. 但是唱的蛮好的，然后听起来很舒服。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是对孩子们都是一样，就是这样温柔的爸爸，对不对？很难讲哦，很难讲，刚好相反呢，可能一个女儿一个儿子，经常唱歌、没有啦，他们是喜欢听，喜欢听唱、喜欢听爸爸唱歌，所以叫爸爸要唱给他们听，好幸福的啦，听我唱。一定是这样，不会很紧张，而且唱功非常了得，他有压场的感觉，对对，有为什么大江之凤都讲这一片东西，我一出来我快就给你看，我有啊，我怕你啊，一来就唱了，其实爸爸唱的非常好，真的掌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爸爸。那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表演者要出场的，不过我们先去广告回来再见，回头见。接下来的参赛者叶国旺先生，寒风千吹湖闪转假拨罐，要想到自家孤单为了谁，往事不想记，讲来痛苦为心酸，黑错黑对又买所谓，人家变心冒攀法为失去，看到了人家艳阳两相存，好梦就一想想来想你也心酸，最爱忘记眨眼是伴，哎呀呀最呀呀最想你，哎呦最心冒醉，一想到你又多一步，淡淡可以安醉，还记得有一杯，烦恼一切像碰杯。爸爸，这边请。这首歌我听过很多次，可是没有听过客家版的，是客家话吗？客家话啊，不是福建的吗？挖波嘴，挖波嘴，是不是这样的 original？ 哎，爸爸非常厉害，你知道吗？他可以唱很多歌，因为他在一家卡拉 OK 兼职 DJ。DJ 哎，卡拉 OK 兼职 DJ。赞你啊 ，DJ 啊。爸爸在那里做 DJ？ 对呀、啊。哦，在卡拉 OK 啦。Big Bang。不啊，做碟吧。做碟吧 ，Big Bang。没有，就只是讲谢谢大家，下首歌第三首好台，那是不是讲那种啊？就知道你有加分啊，还刚演吗？哦，你是哦，刚演自己人了，自己人了，对对对，在讲客家话喽啊，冇问题。爸爸经常听很多不一样的歌曲，最喜欢这一首歌吗？对呀、啊，还有别的歌吗？美在河边细雨洒，歌在山坡赶牛羊，乡村上的风光叫人难忘。赶牛羊唱得很好，赶牛羊唱得好，很好，那赶牛羊你吓到我，不是激到话，
一起放，非常好听。没有话，爱飘光哈，爱飘听羞羞，只会讲哭出口咯。每个人学不一样的方言或者语言，都是学出口的。没有，只是两个一样，我们没有啊。我们很单纯，这样不会啊，不会。什么是？你要我讲咩？你要我讲啊？不要了，不要。下次学一点恰恰那种，我没有东西看吗？来跳舞，你要跳恰恰，你会跳啊？来，掌声鼓励鼓励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脚步就烂了的。你不停就没完没了的。不停我很累。对，很累，我们的脚软了。爸爸又会跳舞，能歌善舞，可以这样形容吗？能歌善舞，真的真的啊，真的非常厉害。掌声欢迎张彦明。望我是多么的娇小，这一朵勿忘我是多么的美好，说它是花来便是花，说它是草来便是草，花花草草花草草，我爱他的名儿叫，送你一朵勿忘我，把美梦轻说，只一朵只一朵，愿把美梦轻说，这一朵勿忘我是多么的娇小，这一朵勿忘我是多么的美好，勿忘我这辈子哪里忘得过，这辈子哪辈子哪里忘得过，谢谢爸爸。张爸爸你好。张爸爸你好。非常厉害的，你赢了咯，将军。很厉害啊，就是耀眼啊，秀一是吗？是啊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爸爸是无师自通的，自己学的，还能唱得那么好听哎！也不可以这样讲，我觉得他有那种歌唱的天分呢、啊。对，就是很容易啊，听下来就会唱了，知道什么是 key。我有很多朋友啊，连 key 都不知道是什么。那个又是刘冠生先生，哎，他的世界是没有 key 的。爸爸，你真的唱得很好啊！我真的以为他会变魔术嘞，我在等他开他的帽子，有兔子出来，对，都跳出来这样子，对。也不错啊，下次真的可以融为一体啊。对啊，有没有想过？好了，我尝试一下。对啊，对啊，你都穿了这大件衣服啊，很多东西可以藏在里面的。对，你唱唱唱，玩火噗一下爆火这样啊。对。其实这首歌很轻快嘛，然后其实张爸爸应该跳一下。配合一下。爸爸会跳舞吗？会跳舞吗？不会。你不要。快讲啊！不会。他说会，你就马上叫他跳。我擅长就很抒情。教你了，完全就是直接说，我不会，不要叫我跳，不要叫我跳，不要叫我跳。对，你可以教 William 教你啊，他是舞蹈老师，跳那蔡依林那种娘那种啊。娘。好吧，下次我教你啊，不用怕。勿忘草呢？勿忘我。勿忘我。我们讲大草原的片名勿忘草。他这首歌呢，是我听到前面这几首啦，这一首是有唯一一首飙高音的，我看到他飙高音，对，而且是倒 key 的，是蛮不错，很厉害，表演功夫又做足，唱又唱得好，表演得好，下次练舞来，对，好，谢谢爸爸，谢谢爸爸，哇，接下来我们有请蔡永靖，掌声欢迎，大家一起动好不好？
屈奔向冷的天，撞落每点小雨点，张开口似救生圈，实验雨的酸与甜，点起心爱的香烟，落在脚底不断浅，酒醉心碎心碎，靠起污染入片，哦，无心睡眠，哦，脑交战，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，夜是生着前事全废吧。若是你在明日难得一见，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，忧郁奔向冷的天，活在我的心里边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。耶、yeah! 动起来了，别让我自己动。怀念昨天的你，夜是心着前事全废不去，若是你在明日难得一见，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，忧郁奔向冷的天，活在我的心里边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，忧郁奔向冷的天，坐落每点小雨点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，向冷的天。爸爸你很辣哎，很专业啊，爸爸太帅了，太帅了。专业啊，其实我有其他的工作的，我是在学生上学的校车公司啊，更不敢给你载我的孩子，更不敢给你载。我在工作的时候是很专业的啊，开车的校车司机啊。还有更厉害的，你知道爸爸呢，在四年内就参加了150场的比赛，哎，对对对，非常专业的参赛者，是的，是的。爸爸，你这把整个气氛都搞得很嗨，哎，对对，大家开心就好了。这个我觉得有加分，因为有舞蹈，就是加那个巴士的时候呢，可以开这首歌，然后全部学生一起唱，哇，又哇，奔向冷的天，这样子，不错。很嗨，对，因为他其实会搞气氛这样子，就是啊，对，真的难得哎，就是因为其实，在舞台上不只要唱得好，然后那个气氛，然后还有那个跟观众的那个交流，其实很重要。然后其实蔡爸爸有做到，谢谢，对，所以就好，是再多四年，我们就要讲宣布一下，他参加300场比赛那种，哇，吓得我脚软了。希望吧，很好的互动。然后刚刚他在唱的时候呢，我就忍不住，我也是跟着跳。因为你是属于我们大家都听那个年代，不要假哈。没有没有。你那个年代的熟悉，哎，张国荣的歌曲，我觉得很多人都听过啊，对不对？而且这首歌非常红，是全世界华人都听过的。其实这首歌在之前我完全没有唱过，哎，我比赛歌曲是迪克牛仔的歌。哇，唱一句来听一下，对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快点，来来来，我要听，来，迪克牛仔，你要唱什么歌？你讲。不问你为何流眼泪。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且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好了，就这么多，好了，唱完了你才打，很厉害哦。他是另外一个年代的，他是另外一个年代的。对对对对啊，我们你还接近我年代一点点。就像开玩笑，就凭你这一句话，我给你加分，开心就好。对呀，开玩笑。等一下，可丽，你也不要太过开心。我告诉你，爸爸呢？爸爸今年40岁，跟你们真的差不多而已。没有，这个大我1个月半了。没有，刚才说了不行。不像嘛，我没有看不出蔡爸爸那么诚实的老板，蔡老板，蔡老板经理就李老板，很诚实的蔡老板，你真的哦，真的加分加分，对对对，加分，你不会赢的，我跟你讲，你不会赢的。哎，我不是我们评的啦，是他们评的啦，他很不甘愿了啊，他爽了。你快点对着镜头讲啊！我们先丢去广告，然后就回来就宣布成绩。好，现在我们去到广告时间，谢谢各位。哎，马上回来，马上回来再公布成绩，好不好？再见。谢谢爸爸。
高终于回来了，紧张时刻又要到了。对，哇，我们这些爸爸真是太厉害了，很难选呢。对呀、啊，可是我们评判也是选了一位爸爸，成为今天的秀王。对，到底是谁呢？马上为您揭晓。没错，到底是哪一位呢？到底是一号林康，还是二号郑义端，还是三号叶国旺，还是四号张燕明，五号的蔡永靖？哎，来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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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恭喜二号的郑义端先生，郑爸爸，恭喜你！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哇，握握手握握手！其实今天每位爸爸都超棒的。对，来那边，因为刚巧呢，今天五位都是唱歌啊哈，所以呢，我就选一个比较唱的比较令我陶醉的哦、比较有 feel 的那个，而且他很淡定，我觉得。印象深刻就是温柔爸爸，就想到我爸爸，也是我爸也是会就是唱歌给我听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当然今天五位的爸爸都唱得很好，这一位爸爸呢，他有他个人的特色，比较全面。对，嗯、是恭喜爸爸、嗯，但爸爸呢爸爸能够获得2500令吉的现金哎。就要谢谢我们的赞助商啦，谢谢我们的蒲种湖畔综合城镇的 WAF Dama Dasi Prima Bolton 所诚意赞助的，恭喜恭喜耶、yeah ！当然呢，所有洛丽演出的爸爸们呢，也能够获得由朗墨赞助的500令吉现金礼券耶、yeah ！恭喜你们，谢谢你们参与，大家表演的非常非常非常好，大家都是最好的、最棒的哦。对我们、嗯，他们终于伤了脑筋选了一位出来，啊、谢谢你们哈、谢谢你们，好。第一个单元就已经结束了、yes. 那我们马上进入第二个单元，开心笑一笑。我相信这一集大家都看得很开心，对不对？而且自己呢一定会有经常这种状况的嘛。我你经常有？有，我真的有很多人屁的经验。没人屁啊，每一集录影完了就去厕所了嘛。不是，这个还不重要，在拍戏也无所谓。可是最重要是在男朋友面前，很丑。虽然我是就是没有什么顾形象，可是男朋友面前呢，我最在意就是放屁这个事情。有一次，就是他在跟我说甜蜜语，有吗？很拉漫拉漫，突然间我忍不住的，很大声很大声，吓死人！我很大声，已经无法去掩饰了。突然有时不小心放一小声的话。的时候，你还可以，你还可以这样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这样做，就是你的时候可以，就是 OK， 讲讲 OK， 马上动一下桌子，动一下椅子，又噪音又应该，因为要看你怎样做啊，你做这样讲就一定出来。没办法，我的屁股肉很多啊，一定没有。如果你可以这样站住，站住这样是不是？然后这样蹲蹲，当然那开了啊，你就。好好笑啊！然后我男朋友那时候反应嘛，他就讲了很多甜蜜语，他之后看到他说我，他不敢相信的嘛，然后他就装作没听到，他没听到，没有，他装作没听到，他就走过去，然后突然噗，他自己笑啊，然后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，肠胃不好，下水，真的你下次这样开一开呀，没有聊吗？然后这样。一定有声音出来的，你这样忍吗？忍不到吗？尽管啦，我们已经下水过，问问嘉宾要分享一下忍屁的经验。哎，这很危险的嘞，危险！你放的时候，你不怕其他的东西都跟着出来啊？不会啦，你松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怎么一起喷出来呀、啊？没有那么夸张，肚子痛的屁是不一样的，对，忍不到的啊，那种可能有其他东西一起出来。这有一个习惯，我就是非常爱放屁的，是啊，有个习惯非常爱放屁。我给你拍戏的时候你放很多，通常人老了就是这样，对，不到啊。很难 control 有没有？我不 control， 直接放啊！因为人老了，就算在 rolling 的时候我也放啊。我没有听到啊，给你听到很逊啊，当然不给你听到啊。我最享受就是我放完之后呢，那异味出来的时候呢，我就要看每个人的反应。很多很长时候呢，那他们就嗅到的时候，边个放屁？对，就你在找死不承认是不是？我没有承认过，到现在。对，下次一定推你出去的，一闻到屁味就蔡可丽了。讲了就讲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蔡可丽很喜欢放屁的，肯定是他。哦，有试过在唱歌的时候，然后其实音乐刚开始，然后很近。唱歌应该 OK， 因为音乐刚开始没什么音乐，所以很近。你的麦放后面刚好。没有，然后就一直在忍啊，然后就。
赶快唱唱唱到中间的时候，就有音乐出来的时候，就马上连续连环炮。你真的忍不住，你就还要等那 intro， 还是自己讲话？喂，大家，大家放鸟听不到的。其实我蛮坏的，因为我有一些朋友，有时候我载他们啊，然后我就开车，然后突然酝酿着，然后有啊，然后我就我的屁股就会翘一半，那个打在那个 cushion 那边会，它会有一种声音是呱这样子。哦 cushion 的没有皮的才会这样是吗？皮是吗？我不懂，有因为它压到还是毛茸茸的那种，因为它闭着很久，所以一出来它就呱，然后我立刻关那个窗口的 button， 然后我朋友就开不到窗。你们慢慢享受吧，枪毙人家就闻他的屁耶！说的这件开心了，我觉得这个探员。好了，我们笑完一轮之后啊，他们都有奖品了。我们还有观众还要讲，我要听一下观众有什么放屁的经验、忍屁的经验有吗？就可能就是有时候突然间有时候忍不住的时候，你就可能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，可能就突然间想放屁，就讲话，你好的，哇，有我也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，我也有经常的突然之间，不然就笑到很大声，对，笑大声，然后就感觉到了声音，对，感觉到就，就来盖过那声音，你知道吗？你把它没有把它塞回进去，然后嘣那个屁出来了，也是气体的。好啦，笑够之后呢？我们还是要进入下一个环节的，不过在这之前呢，其实我们嘉宾谢我们嘉宾为我们分享这些屁事，在狗屁，谢谢你们，对，谢谢。当然呢，你们能够获得的就是由 Sasa 赞助的产品，还有由 Valentino Rudy 所赞助的现金礼券， yeah， 谢谢，谢谢。我们都已经笑得很累，很累，很累，随便说些屁话就能够赢奖品，很难找这种嘉宾，我跟你讲。好，我们马上要进入最后一个单元，就是开心玩一玩。开心大惩罚游戏规则，游戏分两组人进行，两组参赛者轮流往缸里的杯子添水，把杯子弄成的参赛者将会接受残酷的惩罚。游戏进行三个回合，三盘两胜。又进入玩游戏的单元啦！好，我们先来 Desiree 这组开始，好吧？好 ，Desiree 来，来倒啤酒的，够了，哎呦，还有啊，谁来的？给他满，少少就好了啊，不要这样过分，够了，上上水了这样子，可以倒倒满的噻，不是你要倒一倒那种男子气概那种感觉啊，真真。马上受刑哦！如果你抽到上天的话，你就能够赦免，不用被罚。来，你要抽到子宫，你就幸免了。还不可以倒计会烂的。子宫，没有，这个不算，这个不算。你们的还没有喊一二三，注定的。主持人要喊一二三，他才抽的嘛，对不对？注定的，忘记了，是子宫嘞。哇，恭喜你们！是我们不会放回去的，是我们会拿掉的。没有子宫喽，没有，对，没有子宫。哦，线筒里面没有子宫线。OK， 可是呢，虽然这是你赦免不用被罚，不过还是算你们这一组输了一次，所以现在是1-0。好，就从输的那一组开始，先倒。哇，真的剩下一点点而已哦。你应该还可以啊，多一点，可以多一点 啊，再多。不用怕，敢，不用怕的，可丽，真的，可丽，真的不用怕，成，没有啦，成，哇，来，有海力，有海力，哇，你会让位置？我说真的，我不怕，你不怕，真的，成，喂，阿正，成。没事，成可以的话，这个考技巧哦。有，哦，好，注定是你们呢。哦，姚海莉啊，成，哇，害怕你都走不甩噶啦，他已经很危险了，很危险。耶，放下你们杯子，1-1哦，现在是。来吧，我们有下签和下下签啊，祝你好运啊！去到哪里了？对，来抽一支给我，是成功下下签哦。成功的惩罚呢，就是多面夹攻。
哇、wow、不好意思啊，旁边夹辣整只还有、yeah、有有有变成牙齿啊，两个星期了没有洗啊，啊夹鼻子 OK、oh!哦、oh, okay. ，眉毛也是蛮痛的。哎呀，我们来了，哎呀，舌头，开开开，舌头，那就来。那这等一下，我现在做这个开幕仪式啊。有有的感觉。对，我们数一二三，就是往下拉啊。一二三，开心就好。啊！我听到了声音，还好。OK 啊。OK 啊。好好好。听到声音很恐怖。OK 吗？哎。我们还有一个回合要进行的，哇！下一个回合就决战决战喽，来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好，你们看这个很危险的，制作单位真的要陷害你们了。是啊，啊，哇，来 ，Dancery， 马上来。哇，很过分哎，你。对，有一点点哦。来，妹妹，妹妹，她整容的，她不可以被夹。哇，还雷啦！啊，又是，真的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是你啦，还有很多啦，还有很多，给他满啊！陈陈陈，你的粉丝都不支持你啊！一边不喊，这边带来的，带来的不好。陈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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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没事啦，没，没事。我是哦哦，陈 J 陈 J 陈陈陈陈陈。哎哎哎！有事？没有事。哇，下位，你看推来推去的。对啊。陈。哇！哇！啊，陈啊 ，One FM 明天帮你加。来过。还有子宫拿吗？没有子宫拿的啊，其他的还有。这里已经没有了，来。什么？肯定是下下线的。快呀！凶。迎宫下下签，宫的惩罚是什么呢？雷击隐头。Dancery， 这样哈，一个手指按住，可以拉长一点，手指拉到长长，拉到去观众那边。对，不用拉这样长了，拉到去前面那边就好了哈。好，拉这里，拉远一点，将远的可以拉到长长的长一点。耶，要要要要，我看不到东西，我很怕。要粘着他的额头是吧？要粘着的哈。好，准备。哇，还僵远了，原来可以。哇，二三。OK 吗？他说他怕他的手指受伤，不是怕你的，他不是怕你的脸。好了，很明显的呢，我们优胜队伍就是可丽这一组。说队伍啊，就能够获得由卡内波赞助的1500令吉现金礼券，恭喜！哎呀，当然了，输了这一组的，我们也会送奖品的。你们呢，能够获得就是由卡内波赞助的750令吉现金礼券，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！